我们终于登顶了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无保护 T5， 还是有点难的。他好烦呢，今天因为一点不可描述的原因，又是我一个人徒步，可能半个小时后能追上我的朋友们。8046第一次团建，我们现在到了第一个休息的地方，学长学姐、学弟学妹，我们待会要去正前方的这个山脊。地广人像是要怎么拍？我们现在登顶了，1516米。10:50的那个。你怎么干跟我一样的事情？刚刚他那座山还挺高的。那边是1900，这边1500。我靠，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。有的。王天成为了第一个登顶的人。这个角度照片挺好的。你为什么不在我这个角度把背组是那边？你要吗？举个。对啊。哦，我帮你拍过来。我说你好傻。不要把我的拍进去。我帮你。不行，有微信号。我帮你打码，好吗？好，把翻译页，把翻。你还有微信号啊？谁知道你这个是负还是零啊？莫名变成了爬树之旅。我觉得你要么抓主树干，能不能抓得到？抓了一个断掉的地方。断了，上面断掉。对对对。感觉会稳一点，它的利弊小一点。
我们结束了一天的行程，学姐痛失一个室友，有问题。这种电池充